好，我是 Ela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上期已经给你们讲过了，就是各种 Winix 不同空气净化器的对比。那么这一期呢，就主要来给你们实测一下这两款 Winix 空气净化器的区别，还有它们各自的功能。左边这款呢，就是 Winix 55002，右边这款是 Winix HR900，这也是两款现在 Winix 非常非常 popular 的系列。那么右边这款白色的呢，就是比较适用于家里有宠物的，左边的这个就是传说中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对比实测一下这两款的区别吧。我们先从外观来看一下吧。左边这款黑色呢，体积稍微小一些，右边的这款白色的体积会更大一些，然后它需要占比的空间也稍微会大一些。那么重量上来讲呢，左边的这款会轻一些，只有 14.7， 右边的这款更重，大概 18.7 磅。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右边的这个它属于这个长方体的形状，然后左边的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凸起，然后后面是这个空气过滤的地方。从功率上来讲呢，右边的这个大概是90瓦，左边的是70瓦，所以说从 energy efficiency 来考虑的话，左边这个会更好一些，而且它能够就是空气净化的面积会更大，大概是360 square feet， 右边的是300，这个是我之前已经讲过的。我们现在先来看右边这款 HR900， 这款价格会贵一些，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适用于家里有宠物的环境，包裹里也会有这样一个 pet 的 filter， 它是 cover 了一年的量，它有12个，然后每一个大概是一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包裹吧。它这个呢，主要就是这种可以加在这个 pre-filter 之前，你看它每一个就大概是这样的一层网，然后这层网呢就能够过滤大量的这个宠物的毛发什么的，然后你需要自己 set up 放在这个 pre-filter 的前面。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里面的构造。我们首先呢就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壳子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呢，你就发现前面它有一个这个 pre-filter， 你可以把这个 pre-filter 也那样拉开，就是这两个，然后这样拉开之后，它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比较核心的这一层 filter， 然后它现在是用这个塑料纸包裹在一起了，它里面就有大概是三层的样子，就是前面这层就是这个 carbon 的这个 filter，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true HEPA 的 filter，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这一层，然后就是 plasma wave， 就是后面的这个。那么使用的时候，它这里也标志了你是应该把这个撕去，然后再把这个安上去。之前看到这个 pad filter 呢，其实就应该安装在这个 pre filter 之前，相当于是又一层保护，说是四个 stage， 实际上是有五层的保护。说明书这里也非常详细的解释了，第一层是 pad filter， 然后可以 filter 这个非常大的动物毛发，然后第二层就是 pre filter， 就是我刚才打开的这个，然后里面的这个是 carbon filter 和 HEPA filter， 最后是 plasma wave， 这个 plasma wave 你也可以 disable 掉。好，那么我们现在实际来操作一下吧。我现在已经把它插好电源了。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开启。它这个开始键就是 power， 然后你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已经 connect 上。然后前面的四分钟你会看到它的灯显示就是从蓝然后还有红，就是几个颜色都在变换，这个是代表它在 monitor 你室内的空气质量，就是随着你室内的空气质量它会正常的运转，但是大概要经过四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亮灯显示的数字，一个是low， 就代表了它的这个风速是低速，然后还有 auto， 意思就是说现在它是采用了这种 auto 模式，就它是自动来 detect， 就是观测你室内的一些空气质量，然后决定它的风速。我们看到它的灯还在不断的闪动，然后它的风速其实还挺低的，就像它说的这个是低风速。我们看一下这个 control panel 每一个键代表的含义吧。首先从最左边的开始，有一个 smart sensor， 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 auto sensor， 也就是说它是观测到你室内的空气的一些气味，然后呢来通过这个来调节它的风速，还有它的风扇的运转的速度。那么下面的这个呢，就是它的 filter indicator， 也就是说如果它这个灯就这个灯闪亮的话，就代表了你的 filter 需要更换了。然后这里是有一个 check filter， 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灯闪亮你就应该去更换你的 filter 了。好，这个是 reset 键， reset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恢复你的出厂设置，包括如果你换了你的 filter 之后，那你就需要按这个 button， 然后去重新重置你所有的设置。然后当然这个就是 power 键，就是打开或者关闭。然后这里的 sleep 就我刚才已经说到过了，如果你是需要就比较安静的环境，那么你就调为 sleep 是模式，就睡眠模式。然后右边那个就是自动的模式，就相当于它是看你室内的一些空气质量来决定应该什么样的风速。那么下面呢就是你的风扇的不同的速度了，有低速、中速、高速，还有这个 turbo 我理解为应该就是最快的一种模式，我们可以调节一下。就这里你看，你可以这样按它就调节到 sleep 模式，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声音非常的弱。好，然后我们再调回 auto， 有没有明显感觉风速就提上来了？或者你可以调为
中速、高速、Turbo。这个 Turbo 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风速转得非常快，所以你看它风扇就是会运转不同的速度来控制或者调节它这个室内空气净化的速度。好，现在就是 Plasma Wave 是 Enable， 因为你看到这个灯是闪亮的，我们也可以 Disable 它，就是把它不要让这个运作，那么你就可以就是不按这个。然后再继续往右边看，这个是 Timer 模式。 Timer 模式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设置你这个空气净化器运作的时间，你可以设置为一小时，也可以设置为四小时或者是八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设置，就是你自己想关的时候就关这个样子。还有右边这个，最右边这个是 Child Lock， 这个应该是很多家长都会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可能就会无意中碰到这些键，那么有可能就会误伤，或者是就是达到不想要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就是长按这个键三秒钟，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已经 lock 住了，这个就代表了你现在所有的设置都不能再改变了。那么如何去取消这个锁定？那你同样的再按这个键三秒钟。好，现在就停止锁定了，那么就你可以按任何其他的键去做其他的设定。那么我们现在想来就是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键锁定了，其他键就不能动。我们随意按一下其他的键，就发现它只是在叫，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反应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反应，就任何键都不行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取消掉。好的 ，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灯已经变成橙色了，所以你看它的灯是在不断的变换，也就是说它是在感知周围的空气质量，然后再决定它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风速来调节室内的空气。然后上面呢就是这个出风口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净换器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传感器，它是叫 dust sensor， 也就是说它是感知这个就是灰尘的，所以你也可以打开，然后有时候也必要的时候也应该进行一些清理。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各个地方不同的就是滤网都是有不同的作用，像这边空气从这里进去，然后它就会就是过滤这个空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手持的地方，也就是你可以比较方便的拎着或者提着它。然后呢后面就是它的一些具体的参数信息，这个是 HR900。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Pat Filter 怎么更换和怎么安装吧。就是首先你先把这个盖子给取下来，然后呢你就在 Pre-Filter 上面加上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就是把这个 Pat 的 Filter 就这一层，因为它这一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双面胶，也就是说你到时候把它贴上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双面胶给撕下来，就这里的这个双面胶你可以看到吗，双面胶撕下来，对，我可以给你们撕一点，就这样子，然后你撕下来就可以看到它是有胶质的，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撕下来的边缘然后放在这个 pre-filter 的地方，贴合了 pre-filter 之后呢你就可以装回去了，装回去然后再盖上盖子，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那么它这里也写了这个 pre-filter 就是这个 pad filter 的更换频率，它是需要一个月就更换一次，然后因为它是有12个嘛，所以你是可以使用一年的，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包裹里面的你可以所有的 filter 你都可以使用一年，然后一年之后你就需要购买新的 filter， 包括这个 pad filter 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 carbon filter 还有这个 true HEPA filter 也是需要更换的。好，我们现在这个 HR900 的暂时看完了，我们现在先去看5002吧。我们现在也把这个 power 的 cable 给插上，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类似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的响动。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 control panel 就是控制面板，你可以看到它的就是基本上的结构是类似的，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我们先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它里面的构造，它其实打开是类似的，就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还是第一层就是这个 pre-filter 的面板，这个是可以清洗的，然后里面这层呢它就加了这个 carbon 的 filter， 你看这个黑色的还有这个 HEPA 的 filter， 然后同时呢它就是把它包裹好，你使用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塑料纸给拆下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打开，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灯是从蓝色变到橙色、红色，在不断的跳动和闪动，这个是跟刚才这个原理是一样，它也是在观察就是或者是检测这个室内的空气质量，然后来决定它用什么样的风速。我们现在看到它自动也是调为了自动模式和 Plasma Wave Enable。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式，你也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选择就是睡眠模式，然后我们现在调回这个自动模式。好，然后你这个风速你也可以选择，现在是最低，所以你可以听不到什么声音。我现在打二档，这样风速就会高一些，风速是不是上来了，就感觉很高的。
然后这个是最高的风速，就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风扇的声音就会非常的大。好，我们现在把它降为最低，然后这个 plasma wave 你也是可以就是 disable 掉。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timer， 同理你就可以设置成1小时、4小时或者8小时，就按照你自己想要它工作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两个键也是类似的，一个是 check filter， 就是可能你如果你的过滤网需要更换了，那么这个灯就会闪亮。然后 reset 键也就是说，如果你换了你的过滤网，那你就要重置出厂设置。左边、右边这两个都是 sensor。看一下它的背部，它的这个上面也是这个可以手提的比较方便的这个 handle 的地方，然后后面就是它具体的一些产品信息55002，然后就是它一些出厂标志什么的。55002还同时配有这个远程控制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裹里面是有一个这个遥控器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具体的使用方法吧。首先其实它很简单，它基本上你拿到的时候它就有电池了，它的电池是3伏的锂离子电池，非常小，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然后呢你拿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按你想要的方式来操作它。比如说我想关掉这个，那我就按这个power 键。好，你就看到它已经关了，那我现在想重新打开，然后就发现它这个已经重新打开了，然后设置也是跟刚才类似。现在想用我的遥控器来调节一下这个风速，然后它那边就开始第三档，就会发现风速变快了，现在风速是最大的。然后我现在想减小一下，同时你可以调它的模式，就比如说我现在想调为自动模式，或者说我就直接调为这个 turbo 模式，也就是最大的这个风速的设置，就它来回切换的也非常快。这个遥控器大概在20 foot 的就是直径内它都是可以工作的，所以基本上一个客厅里面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远程来控制它。这个当然就是这个55002比 HR900 稍微要好一些的一个地方，更加适合于家里就是可能比较大，然后希望能够随时控制这些电子电器的家庭。这一款呢我还想提一句，就是我之前在讲解视频里面也提到过，其实它这个是和这个 pad filter 也是融合。其实我们可以从它这个 pad filter 上面也可以读出来，你看最左边它这里显示了它其实是和很多型号都可以非常无缝的衔接，就它都可以使用这个 pad filter， 包括这个55002。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买了这个 pad filter 的话，你可以也可以加在这个55002的前面，所以并不是说只有 HR900 才能加这个 pad filter。 如果你买了这个黑色的55002，后来有了家里又有了宠物，那么你也可以就是单独的买这个 pad filter， 然后加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黑色的会性价比会更加高一些，因为它毕竟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里面的这两层 filter。 首先呢第一层就是这个 carbon filter， 它这个是 washable 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清洗的，就如果你大概3个月左右一次的时候，你这个前面这个 carbon filter 你就需要清洗一下。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它这个里面每一个小六边形里面都是一些 carbon， 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它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晃动的。其实对，然后它就是这一层大概有个2厘米厚的样子。然后这一层之后呢就是这个 HEPA 的 filter， 这一层就非常的轻，然后大概是之前那层的2倍的厚吧，可能有4到6毫米的样子。然后你看这一层它就是纯白色的，它基本上采用的结构也是这种网状，然后它一层一层的设计。具体材料其实我不太懂，摸不太出来，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材料非常轻盈，就比前面那个稍微要更轻很多。然后后面它后面的材质是一样的，和前面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plasma wave 就是在最后，也就是说它是这样这样4个 stage， 就是我再给你们说一下，最后这层是 plasma wave， 然后倒数第二层就是这个最有效能够隔离这个伤火或者是说非常难闻气味的这层 HEPA， 然后倒数第二层就是这个 carbon 的 filter。 这个 carbon 的 filter 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它有很多一些稍微大的一些分子颗粒它都会可以提前把它过滤。然后最后一层这个 pre-filter， 也就是基本上是提前最先的一层保护层，然后你就把它按压在这个 carbon filter 上面。好，这样就基本上就安装完毕了。那我刚才有说过这个 pre-filter 其实你也可以装在上面试试。对，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们把这个双面胶然后把它去除掉，然后贴在这个 pre-filter 的表面，那前面就是一层保护，这层保护基本上就是可以把所有动物的毛发都可以提前阻断住，因为它颗粒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们在哪里放它们。这两款空气净化器都是有一定的规格，就是比如说
它会需要你在最好是放在一个角落，然后 4 inch 和就是它有比如说留于 4 inch 和12到18 inch 的距离，然后呢最好距离不要靠近比如说一些电子产品，这样会阻碍到它们的正常运行，然后希望不要太靠近光源的地方，可能会直接光照会让它们就是损坏的会比较快。现在这两款我都开的是自动模式，然后低风速的环境，我个人就是通过靠近它们可以感知到的能力来看，我觉得左边的风速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它的声音也会稍微大一些，但是右边呢它风速因为比较低，所以它的就是噪声会小一些。我现在来听一下左边的这款黑色的5002的最强模式的声音，我们测一下它的分贝大概是90到100左右，我觉得在跳动，那么它的这个分贝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是右边这款 HR900 最强模式的声音，然后右边这款 HR900 在最大风速的情况下大概是70，所以90和70差别还是有20的分贝，就是它左边会更加噪声会更大一些。然后我们看一下最低速的情况，最低速的分贝大概是60到70的样子，60多。然后这个右边 HR900 最低速大概是50到60的样子，它在有一些跳动，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右边的在最低速它的分贝也是会小10分贝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功能上来讲，我觉得两个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唯一的就是功能性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左边这款是可以远程控制，然后右边这款呢就是可以加入这个 pet 的 filter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左边这款因为也可以后来加入，所以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大的不同，因为毕竟你这个 pre-filter 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购买。然后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说，从对比实测来看，这个 HR900 它的噪声会比左边的5002要好一些，大概在最低速的时候可能会少10分贝，然后最高速的时候会少20分贝，也就是说要取决于你到底是对这个噪声会有多大的需求，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找一个越小噪声越好的话，那么 HR900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从外观和颜值上来讲呢，我个人更是喜欢右边的这一款，因为我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它的造型会让人感觉更加的立体感会强一些吧。左边的这个就让人感觉到它就是一款比如说空气净化器啊，或者是这种取暖器什么的，所以可能外形上来说就不是特别讨巧，但是右边这款可能就会占体积会更大，所以你们要考虑一下。好，那么今天非常简短的对比实测就结束了，谢谢你们观看今天的视频，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你们选择空气净化器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个人觉得呢，这两款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Winix 的空气净化器，其实任何一款都会能够保证你在室外空气质量比较不好的环境下，室内空气也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范围，所以还是比较值得购入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给我留言，我会尽量的给予答复。那么谢谢你们观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